也太多了吧。哇，不是啊，那个是约定时间的那种啊，就是你先拍了也没有办法。对哦，虾米就做我们玩乐曲西西的时候 IP 的秘密，都说是秘密了还告诉你吗？ IP 的秘密， IP 的秘密， IP 什么 IP 的秘密？欸，工作时间他可能想要 IP 吧，工作时间哦，他就说是秘密了。走吧。有人说小雨会出门。对呀，告诉你的秘密哦，我21号到23号还会再出门哦。哇，你连续出门这么久，真的？昨天他不在，就是出门啦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有没有很意外啊？是不是很惊喜啊？你不意外，我可以让你们多惊喜几次哦。惊喜不断哦，还可以连续惊喜，惊喜三天哦，我会很开心哦。感谢七七七。敲啊！都没有铁锹可以做啊！对啊，啊。什么？我要出门？太晚才惊讶了吧！我昨天就已经出门了，好不好？小雨，你工作了没？我到门口了。嗯。好。又不工作？有啦，走过去了啦。所有人都在追我工作，可恶！快工作！去工作！去工作！感谢棒棒糖。RP 的秘密比较有兴趣，你们想知道 RP 是什么秘密啊？ RP 像是他现在已经是几岁的兔子了，让我想想，5岁多要6岁的兔子，那算老兔子了吧？对呀、啊，好啦，早安早安，192.168.1.1，我的洞被发现了！你在哪里偷啊？你在哪里偷啊？我在我的房间挖洞。可是，你在那边挖洞的话很难出去哎、欸。哦，对啊，我只是无聊在那边挖洞而已。白目，这你工作会不会丢掉啊？不会啊，工作过啊，现在淋浴时间哎、欸。对啊。他为什么要？没有啊，因为那个铲子不是工作来的吗？不會不啊，那个可以只拿，每次都可以拿。你每次都可以拿。你这个没工作经验的人，对，我没工作过。呜、可是我看他头上都有钱币符号、欸，哎、嗯，可以买东西吧？现在可以买吗？我有一些可以买。对啊。这个，有卖铁锹吗？这个，对，七打扣。其实很便宜的啊，喵哈，我有200多块，很便宜。可是我没钱，快点，赶快走。我也没钱，可是我还在削马铃薯。马铃薯仔，他还在洗澡，你们可以来堵他。哎呦，喵哈吗？我可以一直跟他对话吗？他好像有点忙。喵哈，你怎么那么黑啊？我来了，我有很多钱。把他卡住。哎、欸，我看他没有哎、欸，所以每个人看不一样吗？每个人看不一样吗？可是我没有七塔扣哎、欸啊。我看他、啊、我看他卖的是那个哎、欸，我看也没了哎、欸，会不会换掉了、啊？我看，走开，我看。啊，你看。哎呀，看不到。我没有哎、欸，我看到是胶带，还有违禁品带。哎、欸，我看的跟你一样哎、欸。啊，有时间性的吗？关掉了吗？啊，那去看其他人的吧。好，那我四处看看。对啊，到处看看。哇，可恶！干，解任务了。赚钱。哎、欸，一拳呐、啊！你刚看是一拳呐、啊，70块啊！快点！钱！房子旁边。我来了，我有很多钱。房子这边。快，跟他买。来，有了，买到了。他、啊、可以想办法把它坐上去最上面，应该就好多了。我先藏在柜子里面。好、这个比这不是我的柜子，比镜面卡还重要的啦。赚钱吗？我要来啦，我要来赚钱的啦。
干嘛、啊，林叔？我们想说都没有卖东西，我就不要接了。嗯，就感觉接了我没用、啊。因为你们一直讲说没有、啊，可是我看头上有钱币符号啊。可是有时候都没有啊，还是它有时段。也有可能。刚去补货。我拿到一个铁锤耶！有人卖铁锤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？不是，哎、欸，我们什么时候试新了？刚刚他修过。啊，你去消马铃薯哦？没有没有，消马铃薯酱都没消新吗？还是后来还有？这消完之后，发现地上有东西，地上有我挖的洞。哎，点名哦，小女孩。有有有，我点完了。这个新面孔是谁？德平，你卖什么？烂东西。谁啊？阿娥，阿娥有卖铁锤。哎、欸、啊！有人打架了，打起来了！陈小雨，你怎么那么凶啊？凶爸爸！抱歉，这么想小土豆啊，蜜蜂。你锤对啊，铁是干嘛的、啊？哎呦，不是看东西挥到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身上有一只其他有一个别人的那个、啊、食物啊？啊！我地上捡到了、欸，出到一半，我不知道我冠军几次啊，我没在记，谁知道？我打了二十几届，我怎么知道？哎、欸，我今年还没冠军过、欸，今年吗？我今年有，嗯、我今年干你超多好不好？好几次了，躲开了，躲开了。这个这么认真玩游戏都不享受游戏的乐趣，哪有？不享受游戏的乐趣，嘴屁啊！臭嘴！我有点乱玩好不好？警卫不是啦，警卫刚是在叫巧克力，不是他的名字叫巧克力。嗯，还没睡啊？哇，我刚去医护室回来。慢慢来，想吃乐事。到了，到了。哇，不能出席率不是不高吗？那也才三次、两次没出席而已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昨天在玩的时候，竟然有观众说：“啊，好可惜哦，你竟然跟巧克力一对，不能看到你跟巧克力那个你打巧克力了。”要来制裁他。谢药水瓶。你还你点名？他自己有卖锤子，我点过了。就不知道锤子这么可不可以锤墙壁啊、哎？还是其实那是锤背的？还是你可以把它弄成那个什么？嗯，没有啊，我刚检查一下，锤子好像不能做什么。还是我买一个锤子试看看。哦，你钱多少啊？我怕你钱。啊、我钱还有200多啊。他说有在赚，有在赚。我有在认真的工作。好，买了一根锤子。比你了。看我的，哎、哦、呦，死老鼠 ，nice！ 哎、欸，干嘛啦？拿死老鼠要打，反击倒了、哦。对啊，我本来想说要一起上去把用它和锤子的，来不及。你要用什么锤？你要打人哦。哦，那你等我。我敲墙壁啊，在哪里？你等我，你等我，吃个早餐我们再去。好，我可是我想造成骚动哎、欸，造成什么骚动？动早餐清晨大骚动吗？哎，清晨大早，那你就照你的，我们去我们的啊。对啊，我们去忙，我们去忙。对啊。哦。你等我，我回去拿。好。打架了，我倒了。所以你的骚动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我还打倒两个。那我们的警星有两颗。嗯。而且我觉得，因为感冒，感冒有差。感谢嘉华。玩的时候有点迟钝。一定会有差吧？真的。我要去工作，工作时间。对你先下来吧。我先去工作好了。这个平台台规哦，不是这个平台的台规，是我自己讲才有台规。他目前没有，没有那个。他就是法律。我讲的就对。我讲的就算，在我的台我讲的就算，嗯，也是啦，是啊，哎、欸，好，让我回收，有了。我这平台台规管理员会讲啊，所以就乖乖的，乖乖的，
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偶尔失控的。其实每一台台规都大同小异，大同小异、啊，差不多吧。啊，反正你就尊重台主啊，到幾啊不要啊，尊重台主，尊重其他人啊，不要问到问题。嗯，还有什么？不要洗板，差不多吧。啊，我这边不能打等于等于，对，我这里也不行，我很堵蓝。我其实看到就无所谓，可是其他人在意我才会这样的、喔。嗯，这游戏怎么玩 ？WSD 左键一，还有空白键。繁星可以去偷影月的菜，让他无法达标吗？我神经病哦、喔！我干嘛去种菜啊？我不想工作啊！说什么？台规要怪怪的吗？呵呵呵，呜呼呼，哈哈哈，波拉波拉的哈。啊，他进走了，他进你枪了哦。你是巴士，有人养就好，干嘛去工作？有人赚钱给你花，你还要自己想办法工作？有有消防员吗？有啊，只是都是别人消啦。锻炼时间哦，真的没时间去放东西耶，气死！真的，快锻炼时间。好，来过了。锻炼时间，等一下应该可以去了吧？等一下不是自由时间吗？自由，嗯，无间，那就走啦。哎呀，看你有什么要拿的，拿一拿。我拿香蕉过去。好，我拿铁锤去试看看。好吧。香蕉，搞不好铁锤是这个世界的。欸，我香蕉咧，我捡起来了。好啊，搞不好铁锤才是这世界的真理。欸，看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警戒满格？为什么？我也满格欸。没有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去存东西。啊？为什么有人在追你们？我不知道。我手上拿到东西、啊。欸，有没有在我附近？我，给你，快点！快捡走，快捡走，不然等一下要再弄一次。捡，你快捡。这个吗？对、啊，你睡觉干嘛？你睡觉干嘛？拿到了。给小雨，赶快藏起来。小雨去你房间。先藏进你的暗层里面。那上面卡，上面卡。哦，我到了。怎么突然一百啊？有了，藏起来了。怎么突然一百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？我在走路而已啊。不是啊，那个一直在问烂问题的孩子啊，你再问一次，我们就要先让你冷静十分钟了。我已经受不了了。跟你讲，我刚去度假完，我现在的理智值很低哦。肾值比较低一点，肾值超低的哦，那积不得哦。积德是那个积德吗？应该是那个积德。哎、欸，可是最近看到积德不是好一个，就是又戴皇冠然后变。啊，好是哦，教训团。我拿螺丝刀没有啊，可是之前拿螺丝刀没事哎、欸。哦，有人说狗狗闻到违禁品了。哦。可是哦，对啊，狗铁锤有味道吗？你怎么闻得出来？铁锤有味道吗？铁锈味，我闻到了。团团在哪？我要去揍团团。我要去揍喵哈。哎、欸，所以现在卡安全哈。在我的箱子。那保管好。团团在哪？我不知道、啊。可以躲柜子。喵，他在哪？我不知道。团团在四楼啊，我说他吗？你 是没看过我玩游戏啊？我知道可以躲柜子哦。而且我跑来这个地方拿那个柜子啊，我来得及吗？在这里吗？不是，还要再去楼上。啊？那边下楼、啊。团团在我们工作室四楼啊。哦，白痴！我想要抽地图有四楼吗？巧克力卖什么？你真的跑去找四楼、哦？能冒出一个四楼也是很猛啊！哎、欸，小雨 ，Hello， 你要开卡片呢？我要，你要卡片吗？卡片我没有带在身上啊。我的头，怎么了？被糊烂了一波。哈哈哈！四楼啊，对啊，没错啊。等一下哦，也有味道，一般闻不到。没有啊，我觉得铁就是有那种血味，就铁锈味啊。嗯，
感谢雅思。有一次有在啊，谢干爹，我知道我知道你在努力帮我把烂问题刷掉。我感受到了，真棒 ，so sweet。也是啊，那个你知道我本来那个棒哦，就是拿来做这种事情，毕竟太多烂问题了。嗯哼哼，小雨变。好，我去拿。我刚刚被打爆了。好，等你。我们是按铁锤，能不能敲墙？不是啊。怎么了？啊。